今日同大家介紹 Macbook MS1 呢條槍帶。MS1 呢條槍帶咧就係 Macbook 最先推出嘅槍帶嚟嘅，咁佢就有分有 pad 同冇 pad 版本。咁手上呢條咧就有 pad 版本嚟嘅，而呢條槍帶咧佢兩邊咧都係冇扣嘅，係啦。但冇扣點樣用呢？除咗可能就咁鎖住支槍之外咧，咁咪搭配翻其他產品使用啦，例如 Macbook 自家嘅 QD 扣啊，或者夾扣咁樣。又或者就係 Bullfrog Gear 嘅呢個 U loop， 咁呢個 U loop 點樣用呢？首先佢有分一寸、1.25寸嘅，咁因應翻唔同槍帶個尺寸啦，咁要索條槍帶，咁呢度咧就有條威亞嘅，我放出嚟先，然後咧就扣落支槍嘅個環度，係啦，咁樣。再拍實佢，咁就得噶啦。好，咁今日呢條槍帶介紹咁多，咁我哋下一條片介紹埋其他款嘅槍帶。